Thank you.
我们，教导我们在你里面，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寻求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你的道路当中，我们的每一天都归你所有。主，因为有你，我们就要挥别我们的过去，让我们软弱的得以刚强，让我们看见主，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，我们就不一样。主，求你洗涤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好叫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服服在你里面。主，我们真是用心灵跟诚实服服敬拜你，求你进到我们的心里，求你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改变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，乃是向着你。多么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你。